长生不老、青春常驻，一直是人类热切的追求。中国早有秦始皇寻找长春不老药，古埃及法老王要保存不死之身，现代都市人又怎样对抗衰老呢？人类有没有办法扭转衰老的命运呢？铿锵集一连三集，探讨身心灵的整全养生之道。根据去年伦敦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英国没有吸引力的女性薪金较平均水平低 11%， 雌肥男女就赚少 5%。 调查反映社会注重外表的趋势。最不想见到有肚腩咯，还有肥的手臂和肥的脚咯。当然是想瘦身啦，行出来会有自信心一点啦，还有会觉得健康一点。根据本港统计处资料，香港在过去四年整体零售货值都下跌，唯独是化妆品及药物类别并没有受到经济低迷和失业率上升影响，销售额逆市上升。靓就得的了，那些女仔情愿吃少一餐都不可以不漂亮。自己的仪表都已经成为她工作的一个需要一个部分。这一区主要来讲的行政人员是比较多的。相对来讲她们有两样东西想达到的，来到的要求就是你可以给我好好地休息一下，另外就是说在我睡醒的时候 我会变得更漂亮。Many women, of course, are exposed to the advertising, and everyone's young and beautiful and perfect skin. And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, I see, ooh, I'm not young and beautiful with perfect skin. Therefore, I am not lovable. Okay, that's a wrong thought, but it's a common thought. And on the male side, of course, if I'm older, I'm not as potent as I used to be, I'm not as vigorous as I used to be, therefore it's a bad thing, therefore my wife will be less satisfied with me, my colleagues will think I'm not as strong anymore, I can maybe be pushed aside in the office, and therefore I want to give the appearance that I'm still young and healthy and can st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society. Yes, they may want some Botox, or they may want some placenta, or I can give them supplements, no problem, but that isn't anti-aging medicine, that's a quick fix. But if you think it's anti-aging medicine, you're fooling yourself. Anti-aging medicine is a lifestyle. It's an approach to looking after your own health, being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health, to do what you can to slow the aging process. 美容师有时连续要工作15-16个钟，好多时夜晚仲有应酬。佢曾经试过打胎盘素针，希望有即时回复精神同埋靓嘅效果。可唔可以再靓多啲咯？系冇止境噶。其实最希望咧，呢样嘢好简单，同个实际年龄望埋去唔相符咯，系后生咗嘅。年轻啲，你有活力啲，你可以做多好多嘢咯。而家好似個趨勢咧，就話年紀過咗30以上嘅婦女啊，都比較難揾到啊咁樣。咁其實好似有個趨勢就話，你好似越表現得後生，越有活力，你就可以升任呢份工作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啲工作時間越嚟越長 ，OT 好似變咗係不成文嘅規定啦。People's basic fear. If we're so afraid of death, but if I'm frightened of death, I'll keep trying to fight the aging process.那些客人來親覺得哎呀，我要整了我的黑眼圈去，我要收下我的眼袋啊，樣即其實個個都是做這些東西。當他們一發現不想見的東西出來，譬如好像皺紋啊，有斑啊，一斑就覺得哎呀死了，老人斑啊出來了。其實很多時候就因為我們
休息唔夠啊，或者我哋今日身體裏面係出咗問題，其實都係一個警號嚟嘅。但好多時候我哋係唔會注意到咯，淨係掛住表面靚咁。咁你話我點樣靚啊，我就會去做咯。但你話哎呀身體唔好啊，你需要多啲休息啊，或者點樣咧，我哋就去忽略咗。Rebecca 從事美容行業20多年，佢話而家啲客人越嚟越夜放工，就算喺度做緊護膚，都要傾電話講工時，根本唔能夠休息放鬆。結果好多老化症狀都提早出現。見到好多好年輕嘅廿零歲咁樣啦，佢哋出嚟做一兩年嘢，你睇到佢哋已經係成個人都好似真係謝曬咁樣啦，係好差噶啦。成日話叫佢哋運動，今日佢哋一早起身翻工，5:00多起身翻工，啊有時真係到夜晚10點、11點咁翻到嚟，真係已經攰到咧，佢哋真係冇可能做運動。翻嚟真係沖個涼又瞓覺，咁起身又翻工，咁即係每日如此。好多人为了靓保持年轻的外貌，不惜付出时间和金钱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借助营养食品呢？我觉得有道理，因为简单。你说吃了身体好呢，当然他们都会去吃。但是如果你说靓呢，他们就第一时间就会很快毫不考虑地就可能再买来吃的。Rebecca 说他自己一样会毫不考虑去尝试各种方法，包括打胎盘素、打补针、吃各种抗衰老食品，甚至做时下流行的热能采光去除色斑。感觉好像即系掹行咗咁啦，块面咁，同埋我觉得啲斑即系呢啲位置虽然少少红，但系觉得系好似白咗啲咯。开心啊，最开心噶啦！其实个个都中意靓，我觉得呢只肉毒杆菌蛋白咧，可以令到呢个皮肤下嘅肌肉收缩阻慢嘅话咧，咁就減少呢個重複接合呢個咁嘅問題，減少嗰個皺紋嘅出現。其實儀表代表自信心咯，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自信心。例如你加埋你個外表更加靚嘅時候咧，咁說服力就會更加強咯。醫生講咧係第一個禮拜後先要有嗰個功效嘅。咁期望見到咩樣？期望啊，就冇咗兩條皺紋咯。現代科技可以幫我哋睇起上嚟年輕啲，但身體機能仍然會隨住年齡變化。以前呢，雖然都知道自己可能係成日攰呀，成日唔舒服，但係呢就冇去搵嗰個即原因出嚟，咁咪喺做開嘢咁又唔理㗎啦。最近呢你先知道原來自己即個膽呀有啲問題啦，我膝頭哥好痛咁，上樓梯好痛嘅，咁以前真係冇諗過會發生在自己那度咯，咁而家哎係喎，而家又有啲痛咯喎，咁自己就知道真係嗰個年齡其實係當然一定有佢嗰個轉變咧。醫學上有研究，生長荷爾蒙同衰老有關。生長荷爾蒙從腦下垂體分泌，負責指揮同調控身體所有荷爾蒙分泌，令身體器官正常操作。随着人体发育完成，平均20岁左右，生长荷尔蒙的任务亦大致完成。每10年就会递减分泌14%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生长荷尔蒙递减，其他荷尔蒙亦减退，令到身体各机能逐渐衰退。女性咧，荷尔蒙系比较容易出现变化。再加上女性一生當中點好多都會經過生育，生育咧亦都係一啲荷爾蒙變化好大嘅一啲過程嚟嘅，咁亦都係一個好虛耗嘅一啲過程嚟嘅。啊，無論係用藥啊、針灸啊、湯水啊，調理身體啦，所以中醫有養生之道。啊，養生得好咧，你衰老就慢啲，但係總唔能夠逃避，衰老係一定要出現嘅。中医认为衰老令荷尔蒙失调，女性7年一个阶段，7749年就失调唔再生育；男性就8年一个阶段，64年荷尔蒙亦失调。齿更发落，脂肪积聚，皮肤变薄，黄褐斑、骨质疏松、衰老症状一一出现。不论中西医学，衰老已被视为疾病处理，
包括生理和心理。我一个星期即有三次跑步，我想算勤力，因为我每一次都不会少过九个字。初初是用这种运动来帮助我自己减肥，我自己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。跟着就是习惯了自己，就是说譬如 我觉得譬如我一个星期跑几次，我跑完之后我很开心的，很舒服的。运动会对这个生长荷尔蒙的自然分泌有用的，可以用这个中度以上的带氧运动，除了刺激你的心肺功能之外，都可以改善这个生长荷尔蒙分泌。透过这个改善的分泌呢，是会减低你的脂肪的积聚，特别肚腩的脂肪呢，肌肉力量也都会改善一些。运动可以刺激生长荷尔蒙分泌，令其他荷尔蒙协调工作，其中内啡肽这种荷尔蒙有镇痛和抗癌作用。当我们进行一些有韵律同时觉得对自己有益的运动的时候，脑下垂体就会分泌这种内啡肽，阻截传递痛苦的神经系统信号。与此同时，脑下垂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荷尔蒙，传递到脑前额，令人产生愉快感觉。手会琵琶，一年之中咧，除咗爆风球、落大雨唔嚟啦，任何天气都嚟，冇停嘅，年初一都嚟。右掌推出，跟半步。咦，对身体咁有益嘅，上面专心嚟学下啲啦，越玩越有兴趣。每日唔玩我咧，周身唔舒服嘅。83岁的两伯学了太极十几年，风雨不改，身体比以前强壮，伤风感冒少了，连鼻敏感都好了。以前我未学之前呢，就起码一个礼拜看成两次医生，都怕风吹埋嚟伤风感冒啊，头痛发烧啊，鼻敏感啊，流鼻水添，家冇咗咯。转单边后出。刘婆婆80岁，学了太极几年，不但身体灵活了，还因为做完太极可以同班老友饮茶倾偈，所以心情都开朗了。往我右手，右脚落半步。点啊，西兰花啊！打完太极咧，呢周围啲好松啊咁咯。以前风湿就行得冇咁好咯，落楼梯咁都系有问题咯。咁咪睇医生咯，咪睇最后出去打太极啊咁啊。出去嗰阵时啲脚都唔行得好噶，都系扯住噶。咁啊而家又咁耐啦，玩得咁多年咯，即系识会嗰阵时就玩啦，咁咪好咗咯。不过行路啊，咁都唔似人哋啲八一婆行得咁慢咯，即系行啊一行快咗咯。个个翻工，你做得梗系要做噶啦吓，唔做得就唔做啫。猪扒乜我都食啦，鸡翼乜都食啦。不过你到头系太肥，你就梗系唔食咁解啫嘛，冇戒口噶。老咧就话佢嘅系计佢嘅迹象嚟讲嘅，即系譬如话佢血管会硬化啦，咁因为佢少啲嘅有彈性的組織啦，又少咗一個少咗啲水分啊，咁樣啦，樣樣都乾啲硬啲啊，咁樣樣啦，咁所以血管硬化，血壓就會提升啊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跡象啦。又或者佢嘅腸嘅鬱動啊，內臟嘅鬱動比較慢一啲啊，咁影響到佢嘅消化系統啦，咁佢嘅血液循環亦都會慢啲啦，佢肌肉咧係嘅質量係少咗啦，少啲嘅數量啊，又少啲嘅力啊，即係喐嗰陣時，佢就會產生嘅力會少咗咁。咁呢啲就係一個老嘅跡象咁樣樣。咁但其實做運動咧係可以控制到呢一啲嘅跡象咧，係等佢冇即係去得咁快，衰退得咁快嘅。施爾文副教授話：
要养成做运动习惯，有心唔怕迟。佢今年50岁，开始学打木球几个月，仲代表香港出外作赛。佢话只要保养好细胞，减慢细胞分裂速度，老化速度亦会自然减慢。我哋个肺就系吸取到氧气之后咧，系靠入咗去个血管啦，咁就靠个心。如果个心嘅机能系做得好嘅咧，就好可以有好有效率咁样将啲带咗氧气嘅血泵到经过血管去比较。身體全各個唔同嘅組織嘅細胞，咁運動如果將呢一個系統咧嘅工作效率咧提高，咁亦都可以將有氧氣嘅儲備嚟提高嘅，咁就可以即係保持到個細胞，就算有損傷到，好快可以復原啦，同埋係防止到佢即係損傷，因為佢係可以成日保持佢係一個健康嘅狀態。我喜歡的，因為可以做運動可以減肥嘛，同埋一家人一齊都開心。咁你覺得媽咪咧係咪同即係以前有啲唔同啊？瘦咗好多，同埋健康咗好多，人清新啲咯，青春啲咁樣。係啊，開始後生咗。係啊，後生咗好多啲。後生好多。係啊。中年人唔運動咧，好似好攰、好老啊，或者成咯。咁你如果你運動咗咧，你精力充沛好多。我哋跑咗步之後，嗰啲譬如其他即係指標，即係膽固醇啊咩嗰啲，全部降曬啦，即係。兩年前 ，Susanna 因為膽固醇過高，決定減肥。經過兩年嘅努力，佢減咗40磅。开始嘅时候，佢冇信心可以做到今日嘅效果，但习惯做运动之后，体重一路下降，两年嚟都维持到标准体重。咁如果我哋有运动，即系话我哋嘅需要系要提增啦。咁但系个系统咧，我哋身体系统系唔系可以足够有呢个效率去供给呢个氧气，去应付你嘅需求呢？運動是可以過量的，反為增速了細胞的損傷，經常說要提倡做中量型的運動。通常中量型的意思就是你做運動的時候，你的心跳率是去到你的最高的心跳率的大約 60-70%。 最高心跳率怎樣去找出來呢？就是最簡單就是用220去減個人的水數，大約做20-30分鐘，每日都做就最好了。我而家心理嘅狀態咧，係可以去到好似我個女咁上下咯。我個女10幾歲啦，係咪？即係我覺得我其實我而家係仲比以前好添，即係仲比我以前一路，譬如20年前咁，我都係好過以前添。我自己就覺得，我諗如果你儲咗啲彈藥喺個身體嗰度，你嗰、那個譬如你心肺功能又好啲啊，咁將來譬如你真係老咗，真係哇，去到嗰陣時候啊，你要瞓床㗎啦。咁你瞓床好，人哋瞓10個月，你瞓5個月，咁就已經係賺咗㗎啦。點解太極啊會幫嗰個關節嘅感覺有進步咧？佢成日都要你下個膝頭係要向住邊度彎幾多，多啲又唔得，少啲又唔得噶。咁變咗你就嗰個控制嘅程度係需要高好多咯。咁你亦都要感覺個關節係即係彎咗幾多或者直幾多啦。咁你時時每次做運動就要有啲咁嘅訓練啊。咁變咗你個關節嘅感覺係好咗，你個肌肉嘅控制能力又係好咗，咁隨而之你個平衡嘅能力亦都係好咗咯。喺內耳裏面咧，喺聽覺嘅旁邊咧，就係我哋平衡嘅器官啊，一樣係咁退化。咁我哋發現大概係差唔多70歲嘅長者，打咗8年。太極比起冇打太極，有時做下神運啦，亦都係差唔多70歲嘅長者打太極，咁佢哋嘅控制能力咧強好多。意料之外咧，就係同我哋啲20歲嘅大學生嘅平衡嘅能力係一樣咁好嘅。兩伯同劉婆婆練太極已經一段日子，測試顯示佢哋平衡能力等於20歲青年人。关节感觉就年轻咗10年。许教授话：从佢哋嘅实验显示，就算开始玩太极只有2个月，平衡同关节感觉已经显著有改善。佢嗰个速度够唔够啦？都合格。
堅持都是這樣的，我頭不留都沒有這個信心，我走了幾次都覺得一是真的很即是腳腳瘦瘦啦，鬆了啦，有時候腳板底痛又沒那麼痛啦，即都是精神了，即大便就好了啦。 Susanna 媽媽今年80歲，患了風濕關節炎30年，最近一年來堅持日日在屋外走10個圈。我老豆啊，佢哋全部都系挛腰，即系条腰都好似佢咁样样。咁我估佢可能有啲遗传嘅关系啦。咁佢初初嗰阵时候咧，直情成日要瞓床噶，我记得，即系唔行得，唔乜都唔做得，好痛，好唔舒服。咩啊？哎呀！唔觉得话好叻，不过都唔系太良心。每日都要办买餸，我买好多餸噶。医学上有研究指出。帮一些体弱的长者补充生长荷尔蒙，会改善他们的活动能力，但对于一些健康的长者，运动的益处已经相等于补充生长荷尔蒙。运动不单止可以减慢身体机能老化，还会带给你愉快的感觉，身心灵结合，帮助延缓衰老。